哥，你搞什么鬼啊？摄影棚催了。哥，你怎么了？哎，那骰子呢？你先回去。怎么了？他在里面啊？在。干嘛呢？不知道。你先回去，他很快就来。哦。那小文非让我和他拍个双人照，所以我才过来的。嗯。行，那你们快点啊。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陆月。穿好衣服就出来，别磨磨蹭蹭的。哦。所以，您刚刚都看到了？有没有瞎？那图案很小的。哦，可是我看到了。我都说了进屋之前要先敲门。刚才陆月也想直接进来，是我拦住他的。我说你呢，扯什么陆月？ 你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40分钟，我推开门看你这种状态，穿着这种衣服的概率和我推开门看见你已经躺在地上死掉的概率基本五五开。但是，抱歉。嗯？下次我会先敲门。陆思成居然会跟我道歉？你有病啊？干嘛突然一本正经跟我道歉？我以为你需要一个一本正经的道歉。我需要啊。放在古代，你这是要娶我的？ 别太过分了，不要蹬鼻子上脸。我错了。